接奖活动，就是一二一八我们接奖的活动。各位亲爱的乡亲，我们12月18号我们全国即将进行公投的一项重要的一个事项。那我们的公投呢，针对四个投同意，就是我们人民都满意四项的公投的议题，包括我们何事投重启、台湾不断电、人民要健康、来猪不要来、公投绑大权、民意来做主、早交投同意、还我好空气。我们这四项的公投，我们请所有的乡亲一同来加入我们共同投同意票的一个行列，时间就在12月18日。12月18日是我们公投的投票日，我们请所有的乡亲在12月18日来加入这项公投议题的这样一个投票，我们一起来投同意。那整个这四项的一个公投的议题有两项，其中两项是由中国国民党来发起，另外两项呢是由民间的团体来发起，中国国民党配合来推动。我们请所有的乡亲为我们子孙的幸福跟生活的未来呢，我们一起来守护我们的一个身体的健康、环境的健康、空气品质的一个优良。我们希望所有的乡亲呢一起来加入一二一八我们接奖的活动。那今天呢，我们今天呢特别也邀请到我们公投的战神黄世修。黄世修他的一个俗名叫土条哦，土条。那黄世修他是我们非常杰出的一位我们清大理学院的学士班毕业生，对我们整个所谓核能留言的一个问题呢，他有非常独到的看法。在我们的网络上网络上呢，我们都可以轻易的我们来选这个黄世修他的各项的活动的一个话题呢，就会从我们网络上能够收集得到。那今天呢，黄世修上午10点半在我们的花莲的瑞穗北回归线呢，也来进行到花莲的一个街头助讲。那昨天晚上在东大门也引起乡亲非常关切。那今天呢，特别选在我们人潮最多的我们吉安乡的浩客广场，就是在我们的黄昏市场的对面来进行这项接奖的活动。那我们这项活动非常感谢我们吉安乡公所以及我们吉安派出所，我们都有进行核备。那我们也请所有的乡亲收为雄心呢，来参加加这个街头的一个所谓接奖活动。我们也请大家注意一切都依照我们的规定来进行交通的一个顺畅，我们绝对不要让其他的乡亲不方便。那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公共的进出的地方，车辆非常的多，我们也请所有的乡亲，我们的车辆进出务必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我们就是听到我们的广播愿意进来的话，我们可以找地方站到我们的周边来听下这里我们的公投战神黄世修土条的一个街头开讲。那黄世修今天到我们的南区瑞穗北回归线来针对我们整个乡亲在南区的部分的一个接奖活动。那今天下午我们的4点钟就选定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吉安乡人口最多、进出人潮最拥挤的我们的黄昏市场来进行街头的一个接奖。那我们现场的这个音响呢非常的有限，所以呢因为没有办法来做非常好的设备的一个扩充，所以请我们的乡亲大概如果要听我们可以集结过来。那今天呢中国国民党也在现场特别办理所谓党员来申请回娘家的这项活动，我们也跟乡亲来报告中国国民党欢迎大家来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一个行列。那最重要的，我们这项活动也即将我们整个的一个党员回娘家的时间呢就是从我们今天开始到11月24号，我们的乡亲
啊，过去如果你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啊，因为种种的原因，我都来交啊，这个党费哈，没有办法缴这个党费，啊，造成了失联。那目前啊，国民党中央推动同舟计划，这个同舟计划呢，就是我们的乡亲啊，愿意再一次的回到国民党的行列，啊，可以利用我们今天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啊服务时间，来恢复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党权，只要缴交300块钱啊，就可以恢复我们的一个党权哈。那过去呢，要缴4年的党费，这一次是一次缴300块就豁免啊，马上可以恢复党籍。那如果要制作啊国民党的党证，另外再追加300块钱，会制作一个卡片啊，这个所谓国民党的这个一个啊党籍的卡片啊，来给你。我们也请乡亲可以把握这个机会，来恢复申请党籍的作业啊，这是针对中国国民党党员的服务的一个部分。那非常的感谢。那目前呢，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的我们在地的民意代表哈，我们也一一来介绍。因为等一下黄世修来到现场，马上就开讲，所以我们的时间也非常有限啊。因为我们有申请，那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吉安乡代会的主席，我们的邱美云主席也来到我们的现场，掌声鼓励一下哈。谢谢我们的邱美云邱主席。好，再来是我们的乡民代表陈进德，我们的陈代表，欢迎我们的陈进德代表的莅临。好，我们花莲县妇女会的理事长林春梅，春丽要多去把来告很久了哈，非常的感谢。好，我们清风村的村长吴国权吴村长也来到我们现场，掌声欢迎，谢谢，谢谢。好，还有中国国民党的党代表林秀梅，我们的秀梅小姐哈，这次在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跟党员的党代表投票，获得我们花莲县的根据资料是最高票哈，我们恭喜林秀梅党代表来到现场。好，还有我们的吉安乡乡民代表，我们的高德安，我们的高代表也来到现场哈，我们的高德安也来了。好，我们高德安的妈妈曹安丽也来到现场哈，我们有欢迎我们的曹安丽，安丽姐姐，谢谢。好，还有我们吉安乡的副主席乡代副主席黄金花，我的方副主席也来到现场，谢谢。还有我们的余振华乡民代表也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有掌声欢迎余振华余代表，谢谢谢谢。好，我们今天呢，中国国民党是精锐进出哦，水气千条啊！来跟咱啊，这个好所在要跟乡亲来博感情。各位现场的乡亲啊，我们非常的感动，包括我们最忠贞的铁卫部队黄复兴党部的我们的主任哦，林主任也来到我们现场，掌声鼓励！哎，黄复兴的哈，我们感谢你们，谢谢。好，还有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党代表詹义万，我们的詹党代表也来到现场，我们掌声欢迎哈。我们的詹义万，谢谢你。事实上，各位乡亲，我们进行这项公投的揭晓，重点呢，就是为了咱生活，而且来保障哈，包括我们要有好的空气，还有我们为了我们用电的一个所谓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进行这项公投的揭晓。那我们今天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的公投战神黄世修啊，勇气啊，如果啊，你能够自己有手机哈，把手机印上黄世修的名字哈，这个资料马上就一大串。那黄世修推动这个所谓我们公投的这个议题呢，获得我们将近500多万的乡亲的一个全力的回响。那我们因为种种原因啊，受到疫情，受到各种状况的延宕，所以呢，整个一个公投就延到我们12月18号要来进行。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的感动，黄世修公投的战神，特别来到花莲，来到花莲呐、啊，来跟咱乡亲呐，来面对面来做一个直接，他对公投这项议题的长期以来的一个努力，哦，努力以来成果呢，今天要来跟咱乡亲呐，共同来做一个报告。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乡亲，1218，12月18号，我们公投，大家一起来，为我们整个生活幸福的一个未来，我们来进行四项公投议题的同意票的一个投票。陈吉圭在背后，我们请大家踊跃来出席投票。那今天呢，我们选定在我们吉安乡这个人口啊进出呢
最活动绵密的地点，我们的吉安浩克广场。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乡亲，把咱伫咱路边，也是讲对街的市场内底，要出来听这个街头的宣讲哈。要来为大家做一个今天整个一二一八街讲的一个话题的一个分享。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黄世修公投真人，掌声鼓励。一八要做什么？要帮忙，他是在这边要拜托大家帮一个忙，因为我们前阵子有一个民调做出来，绝大多数的民众其实不知道要公投，或者他知道要公投，但是他讲错了公投的投票率这两天。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要请拜托大家，第一件事情要先告诉你的亲朋好友，12月18日的日子很重要。如果有朋友叫你出去玩、出去旅游，那你跟他说拜托，你平常被倒酒哈。不要骗我，那天要投票要扣下来，很重要。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今年这公投日有哪几个公投？大家还记得吗？有几个？有四个公投。这是公投，第一个叫反莱猪，因为这个莱克多巴胺不要吃，我们不要吃毒猪。反莱猪不是反美猪哦，我们公投组合里面没有写任何一个是美国。就算是加拿大来的，他有莱克多巴胺我们都不要。美国也有没有莱克多巴胺的，像美国的猪我们也可以吃。但反莱猪不是反美猪哦，你比这更快感化哦。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公投绑大选。公投绑大选这是民进党在野时期的，因为公投是这么重要的政策，但是如果你跟大选脱钩举行，这个投票率就很低啊。所以这一次12月18日，其实我们很担心的是，这些政策我们大家都应该把它通过都同意。可是公投有个25%的，我爸爸要500万张的同意票，他如果我们多数的支持，但是呢，会只有480万张，他就没有通过，这样不好。而且公投如果跟大选拆开来，又要再多花10几亿新台币啊，那都是我们的纳税钱。好，这是第三个公投。我们第四个公投啊，第三个是早教的公投，早教的公投，还有我自己领衔的第四个这个合适的公投，这个都跟我们的能源有关，因为现在蔡英文政府要飞核家园嘛，飞核就没有电嘛，所以他们就说这大量的天然气，都要在桃园这个地方呢，把那些珊瑚礁、藻礁都铲掉，然后要盖这个天然气的接收站。那桃园那边有一个退休的国小老师叫潘宗盛，他几十年都投入这个生态，所以他发起这个守护藻礁的公投，反对天然气接收站盖在那边。但是你会问说，那如果我们不盖这个天然气，那我们台湾不是缺电吗？大家还记不记得2017年8月15日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全国大停电，对不对？对。今年5月13日。跟5月17日又发生什么事情？又发生2次全国大停电，但大家可能比较没印象，因为5月18日本土疫情爆发，180例确诊，我大概就给你丢诶。但是连续几次全国大停电，我台湾不是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呢？那该看边呐，它不就是你的飞核家园吗？而且你用那么多的天然气，万一中共解放军封锁我们的海域，天然气也传进不来。好，不要讲中共解放军，我们就讲台风啊。如果现在台风在台湾海峡多停个2天，我们全台一半的电力就断气了。那干嘛？我们还要过生活吗？我们民生还要顾吗？我们活不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国安问题啊。蔡总统说抗中保台，抗中保台，如果你自己把台湾的国防安全弄成这个样子，这个我没法接受。所以最后就是我这一个重启核四的公投，重启核四的公投是我们2018年以核养绿公投的第二部曲。我们那个时候全国的人民否定了、废止了飞核家园这个法律，结果政府跟我玩文字游戏，说法律给你废了，那政策我们要继续做。安永康啊，公投不是只有法律呢，还有民主的意义啊。如果我们全国的人民
他说我们要把这条法律给废掉，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全国人否定这条法律背后的政策，对不对？有。所以2018年还有卢秀燕领衔的反贪污公投，是减少火力；世修领衔的以和养绿公投，是续用核电，这是我们全民的共识。结果你玩这个文字游戏，害我们这个火力发电越来越多，我们的废线啊越来越多。花莲的乡亲比较幸运，这边好山好水。世修是台中人，大家知道台中有台中火力发电厂。火力发电厂十部燃煤机组加起来比三座核电厂发电量还要大，中火是我们台中人之外，这是我们很沉重的一件事情。但现在桃园、高雄、云林很多的县市火力发电都越来越多，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惨剧发生在全国的县市，所以我们站出来推这个以和养绿。而且现在最近这几天，联合国在开气候峰会，就是我们的气候变迁，世界各国代表都聚在一起开会。他们现在把核能列进绿能，核能跟再生能源都是绿能。但在台湾，你高雄，我们就有一些特定的利益集团，讲说绿能只有再生的、啊，只有风力的、啊，只有太阳光电的、啊，没有核能的、啊，你分别看。你看跨联合国、跨美国、跨日本、跨欧洲，你去看他们的那个定义，都是写核能跟绿能，都核能就是绿能，再生能源也是绿能，都是绿能。我们都是要一起减少火力发电。那但你会说，哎，核市场盖好了、啊，那是不是很危险？那有些人都跟你说，核市场也膨胀嘛，哦，这么歪嘛，哦，那海尿尿啊，对不对？一管呢？如果核市即将海尿尿，你知道马政府执政的时候是开放民众参观的吗？结果蔡英文执政之后，我自己带过三团去参观，然后以和养绿公投开始发起，你看阴兵，他没带我的口啊，我说不对啊，如果里面真的破破烂烂，很垃圾啊，这个给大家看嘛，本来支持的看过了后就反对了嘛，对不对？你就是怕人看嘛，因为台北是真好的，你看过就知道。我们那时候是厂长带我们参观，里面的状况是非常优秀的，通过国内外专家的解释。但是有一些什么写情色小说的作家啦，什么导演啦，什么医师啦，把你跟核市场里面裸聊聊啦，就不一样的啦，就不安全的，也不炸啦。看一下，这个应该是专家来告诉你说安全检验有没有过。2014年核市场封存之前就已经通过了安全检验，这是经济部的公告，到现在还在官方网站上。现在民进党想把它删掉，废物啊！我要当节目备份，他们改就想问题啊，来不及删掉。那你们说，还有你们跟这核市场听说说，来在座大家。这里人没有手机的，两个手，你没有手机的举个手，都有手机对不对？都有手机对不对？这只手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在你的脑袋瓜旁边当闹钟，对不对？这只手机是不是屏东的？它的面板、它的处理器、它的元件、它的相机，它都是不同的厂商做的嘛，对不对？你们的苹果手机，鸿海有代工，台积电有代工，对不对？那你会担心你的手机滚要被欺诈、裂开、怎么样？不会吧？一个现代的工程，不管是高铁、台铁、捷运、手机、平板，都是专业厂商分公司做，最后通过这个安全检验，合格那就是安全。这不是说你随便一个事情，就什么情色小说作家啦、医师、导演过来工作，核市洗拼装车，拼装车啊，就没掉没，就没掉油。核市已经花了3000亿盖好，这是台电的3000亿，不透明公开，好、啊，不要说是立法委员，一般民众我们上台电官网都可以看得到那个台号。但是呢，这个盖好的核市，有人喜欢把它废掉，为什么要把它废掉？因为废掉之后，我们的供电就会有个缺口，这些人就有理由去占供电啊，火力发电啊，每一年再花几千亿、几千亿、几千亿，
何氏才花了3000亿哦，一废掉何氏，每年要花几千亿，每年每年每年哦。为什么？这些人就可以赚那些油水，赚那些补贴哦。而且这些都是民间厂商哦，都是跟他们关系好的财团哦。你怕不？你冒一碗，你怕不？立法委员都看不到哦，那些预算都看不到哦。那钱电费是谁出？电费谁出？我们老百姓出，对不对？所以现在啊，民进党现在非常的紧张，我们的蔡总统啊，全面的向民意来宣战，公这四个案子，四个公投案都要翻盘了、啊。他说这个是国民党的反扑啊，他说这个公投都是国民党搞恶斗啊，那你爹吧，这四个里面有两个是国民党领衔的，反莱猪跟党大选，可是反莱猪跟党大选，这是不是我们的民生需求？这跟国民党自己的利益有关系啊？没有啊，这是国民党站在人民的立场提出这个公投，对不对？另外两个案子，早教跟何氏，那喜欢民间团体呢，我不是国民党的呢，对不对？虽然说在公投上我们有合作，但是赤兄不是国民党的呢。民间发起的这个公投案，是为了我们的能源，为了我们的环境，为了我们的健康。那你民进党，你跟我们民意来恶斗，是你政府跟我们民意恶斗哦。因为民意调查，那个媒体都有民调嘛，做出来四案都过关了，大家都是支持四案。是你政府跟我们人民恶斗啊，什么政党恶斗、跟北产，是你政府恶斗我们人民啊。所以为什么这次的公投这么的重要？好，然后现在讲一大堆无为无为，这边核灾啦、核废料啦、拼装车啦，拼装车就叫重轨嘛。好，那你讲核灾，我问谁问？过去这几年，确实因为当年你不能发现电厂搞核灾，大家要惊惊，对核电厂惊惊。但是你知道现在日本已经重启核电了吗？你们知道吗？那如果核能真的那么危险，为什么联合国把核能弄成绿了？为什么？难道他们都疯了吗？还有，我顺便再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们知道福岛核灾到现在10年了吗？对不对？你们知道福岛核灾有多少人因为辐射而死翘翘，或者是得癌症吗？有人知道吗？答案是零，没有人因为辐射而死亡。这不是世界卫生组织哦，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还有联合国原子能科学效应委员会，每一年都有新的报告，最终报告做出来。对，它有辐射外泄是核灾，可是这个辐射外泄看不到影响健康的效益。OK， 那跟你吃那些毒株比起来，吃毒株好像还比较毒一点，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日本人强起核电？他们自己发生过核灾，他们自己吃过2颗原子弹呢？他为什么他们还是要继续用核电？把它想办法嘛！你不能重新起炉啊！但讲日本人拢是笑的，我台湾人上跳，不是嘛？大家拢是人嘛，大家都是人嘛。不是说日本人都疯了吼，发生过核灾，吃过原子弹，还要重启核电，因为他们也发现说，哦，过去我们害怕这个核灾，好像太高估了一点了。那、如果废核的话，把核电停下来的话，哦，火力发电烧这么多，电价会涨，会缺电，会空污，对不对？这个才是更重要的问题。所以，那你会说核废怎么办？包括我们的朱正昌院长也说嘛，他说没有处理核废的方法，就没有资格使用核电。那我要请问一下苏院长，你知道核废料不是只有核电厂会发生吗？我们的农业、工业、医院、学校那些研究都会有核废料，那怎么办？我要怎么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啊！我们台湾的核电技术都行不够，美国怎么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日本怎么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欧洲怎么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就干单嘛！不像那种个人能源，东边150人，东边没有处理核废，就没当用核电，核嘛！而且我刚说了，医院也会有放射性废弃物核废料啊！哎，你看现在如果我们要废核，火力越来越多，内腺癌越来越多，那我们要得了癌症，要去做放射线治疗。那苏院长说不能够用，不，你废核害我得癌症，那结果我还不能够做放射线治疗，我们的所有核子医学通通都要停下来，这不是很冷血、很没有人性吗？第一个是在台南嘛，
你就是在杀人啊，杀我们老百姓的命啊。所以核废料这个问题它也是一个假问题啊。你一辈子你看过核废料吗？你一辈子看过吗？我告诉你，我还真的看过，但是你们没有看过。我那个时候就在核废料桶的旁边，我拿那个辐射灯测器一测，那比台北车站还要低啊。为什么？因为那个辐射灯被包起来，核废料跟你家的垃圾、跟你家厨余差在哪里？冰袋和厨余差不多，核废料有辐射，怎么样做？白包起来的。我做了，我们要他处理，他打了，我们要他处理，就单单呢。但我不会跟你讲很多的技术细节，我觉得一般老百姓没有义务知道那么多。你只要知道核废料是可以处理的，是那一些利益集团跟碳企把你跟核废料不能够处理。那请问，我现在把你手脚都砍了。啊！你来袂晓行，袂晓走，你以为你把我卡死，我肯定登去啊？可是你也唔对，是咱唔对，所以就奇怪。核废料这件事情绝对有处理方法。那大家放心，如果他们要讲更细一点，我在电视跟我辩论会上，我有五场的，五场都是我了。哦，我跟各位承诺，我每一个场次我都讲一种处理核废料的论述，绝对更改你们，不卖条。所以核废料不用担心。核灾的问题也不用担心，因为福岛核灾到现在其实没有因为辐射而死或是得癌症。啊，你看上面地震如何？我请问，核电厂是人类最坚固的建筑物呢？啊，你看我在台北101，你大家知道台北101旁边就是大埔博物馆。如果有一个地震，可把核电厂给震垮，你要担心核灾吗？你不用担心核灾，因为双北整个都已经灭都了。这边不适合人类居住，你应该去跟总统，我们是不是双北是要直接迁都，直接撤离进攻，北台湾不能够住了，不是嘛，对不对？当年的921大地震，三灾核电厂完全没倒，甚至是十年前的311大地震，日本的福岛核灾那个311大地震，最靠近震央的其实不是福岛电厂，是一个叫做女川核电厂。女川核电厂完全没代级，还成为当地居民的避难所。因为为什么？我刚说了，核电厂是人类最坚固的建筑，所以现在民进党跟那些反核的集团啊，他们为了要赚钱，牺牲我们的命，然后跟你讲什么核灾、核废料，所以不可以用核电，然后他们要去盖这个天然气接收站，要破坏台湾的国防安全，要出卖我们台湾的安全，要逼我们吸废气。吸毒气，要逼我们吃毒猪，要逼我们剥夺我们的民主投票权，要破坏这些自然的生态。所以讲这么多，我这边事先要拜托各位帮我一个忙。我刚刚说了，其实现在很多的民众还不知道12月18日要投，就算他知道的，他有时候日期回答错。所以这边我要请各位帮我一个忙，从今开始，请你固定打3N电话给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不要看说是现在电视上啊，我在网络上啊，好像小有名气。我跟你说，事先演讲10场，讲100场，都没有各位打1通电话来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他认识你，他不一定认识世修啊，对不对？他相信你，你跟他讲的话，他会信，他会信，他会能同意。所以，我们今天要拜托各位来帮忙，要帮忙，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有以前民进党是相反，对不对？但现在我们真的面临到我们的危机。我们的危机是什么？我们的危机是什么？来，有4个，事先帮你们整理好了，这4个要背起来哦。第一个，缺电，缺电。815大停电，513大停电，517大停电。一直到大停电，缺电这件事情无庸置疑。现在他们还恐吓说不盖三街会缺电，所以要投早教不同意，要立功北啊。不盖三街可以起核四啊，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缺电，第二个涨价。我们现在出来气源越多，再生能源越多，给这人去补呢？你知道他白电在里度电几块钱吗？能高吗？能高吗？
那你知道天然气是多少钱吗？大概三块钱。而且前两个星期，欧洲的天然气市场飙了三倍，因为大家气不够用，在抢气，价格飙三倍，很快就会飙到亚洲市场。太阳光电、风力发电，五六七块钱。一度电五六七块钱，以前是两块半，以后是五六七块钱。但如果是在做小生意的，比如说这边的摊商，大家做小生意，应该活了，你活得下去吗？水费、电费、油价都一直在涨，我们生活已经很痛苦。那第二个涨价，第三个空屋，空屋我就不要讲了，刚刚讲过了，我们台中人的痛，花莲好山好水，大家比较幸运，但是师兄求大家帮忙。帮我们中部最南边的乡亲，空屋的问题。第四个，刚也讲过了，国安的问题。我们今天不分蓝绿，不分统独，但是我们都不希望台湾的国防安全被摧毁，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既然这是一个国安的问题啊，那我们怎么能够接受我们的国家的安全被这样给破坏呢？所以，事实上，它可以说四大要点，四大要点，四个危机，四个问题。缺电、涨价、空屋跟国安，所以从今天开始，就需要大家帮忙。民进党大傻逼傻了5800万，傻了1亿、2亿、3亿，去封锁媒体，去做这个文宣广告。我们能靠什么？我们能靠公民的力量，口耳相传。从今天开始，师兄拜托各位打电话跟你的亲朋好友说：第一个，12月18日要投票；第二个。这四个问题，缺电、涨价、空屋跟国安。第三个，四个通通带同意，那你得丢啊。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尤其这四个要点很重要哦。这件事就是拜托大家，这是我们人民的战争，我们要自己救我们自己的孩子，救我们自己的未来。所以志修这边恳托大家，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有奖征答的环节，有奖征答的环节。我等一下念一个问题，念完问题之后，我数1、2、3，大家举手，答对了，我们有送精美的一个小纪念礼。这个小纪念礼呢，是给大家的一个恳托，给大家恳托，让大家记得12月18日这个人民跟政府暴政的一个战争，你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好，所以这边这事就跟他办。请问，刚才师兄说，我们现在台湾面临四个危机。是哪四个啊？好，准备哦，准备哦，1、2、3，来，姐姐，缺电、涨价、空屋，我答对了，说得很好。师兄平常在政论节目上、电视上面讲，那因为我们大概是3分钟到5分钟一轮，然后我们要讲评什么国际趋势啊，然后能源政策讲得比较专业。可是呢，今天师兄站到街头上来讲。或是有时候在一些十字路口、马路这样开讲，哦，等红绿灯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如果讲太复杂，你们听完了你们认同，但是你们记不起来，所以师兄特地为大家记住了四个最重要的，你不用去记蔡总统的四个坚持，但是你要记师兄整理这四个危机，这四个危机就是缺电、涨价、空屋跟国安。来，我念一个，你们附上一次哈。第一个，缺电。涨价，涨价，空屋，空屋，国安，好，四个一起哦。缺电、涨价、空屋、国安。缺电、涨价、空屋、国安。缺电、涨价、空屋、国安。这四题，同学们啊，必考啊！从今天开始，请你早午晚照三餐加宵夜，跟你的朋友讲。讲到他耳朵长茧都没关系，讲到12月18日那一天，我们把票投进去，我们救了这个国家，救了我们自己，哦，他会原谅你的。那你用谁聊就还了。12月18日，他会原谅你的。来，第二个问题，请问今年的公投是几月几日？好，先放下哦。1、2、3。12月18日，对，答对了。这个日期很重要哦，因为我刚刚说了，前几天有一个民调做出来，有50%的民众不知道要公投，那50%知道要公投里面有30%的人答错日期，所以总共有80%的人不知道12月18日这个日期要公投。
所以我们一定要剩最后一个多月，我们要赶快的去宣传，再透过大家的口耳相传。好，来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今年公投日12月18日，请问有哪四个公投？好，准备哦，准备哦，一、二、三，哎，来大哥，哎，重启合适，重启合适。不早交，不早交，晚来租，晚来租，公投房大学，公投房大学答对了。这四个公投有两个是国民党领衔的，但是跟国民党自己的利益没有关系，是国民党站在人民的需求、民生的需求而出发的，去守护我们的食安，守护我们的民主，这跟国民党自己的利益是没有关系的，是我们人民的需求。另外两个公投是民间团体发起的，一个是潘振正老师，一个是世修，我们两个也跟国民党无党无派，我们没有加入国民党，但是呢，在这公投的阵线上我们有志一同，因为这是属于我们人民自己的未来，所以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未来自己决定，好，这四个很重要。好，再来一个问题，我们再来一个问题，请问这个问题可能比较难哦，请问反来租公投是谁领衔的？这问题比较难一点哦。好，准备哦，来，一、二、三。大家都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国民党的？哦，哎，后面有人，谁领衔？谁？江启臣。江启臣，不对哦，反来租公投，反来租公投。哎，姐姐，林伟哲答对了。反来租公投是新竹的国民党的立委林维洲领衔的，林维洲领衔的。好，那大家如果记不记得也没关系啦，因为他就是用国民党名义啦。好，因为维洲哥呢，他也是国民党立院党团的前总召，他是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好，只是说今天来大家考一下，好，有奖征答一下。好，那有另外一个公投榜大选的这个案子是谁领衔的？好，准备哦，一、二、三。有没有人？后面后面有哪位？哪位小姐？大声一点！江主席答对了。公投榜大选是江启臣前主席，他在主席任内的时候提出的。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江启臣、林维洲跟罗志强他们三个在讨论，他们认为国民党应该要发起这些符合民生需求的公投案。作为一个在野党，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义务为人民发声。那他们发起了这两个案子，然后分别找了林维洲跟江启臣来领衔。但是呢，大家如果记得没有那么清楚，没关系，就是国民党，就是国民党。但是这两个案子跟国民党自己的利益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人民的需求，人民的需求。好，再来，早交公投又是谁领衔的？大家记得他的名字吗？早交公投，好。来准备哦，一、二、三，早交公投谁领衔的？大家不记得？哎哎哎，姐姐，早交公投是谁？不是哦，我不是领衔早交的哦。来，再给你一个机会。潘中正答对了。潘老师啊，我是真的很佩服他。其实哈，潘老师他是一个退休的国小老师，他投了几十年的时间。在地的这个生态保育，他不是最近这一两年才甘心早交，他甘心早交已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但是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都跟他站在一起，结果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竟然改背叛，背叛他，抛弃他。而现在潘中正老师还被民进党这些网军给围剿，就可怜。啊，潘老师嘛就可怜呢。好，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好，我们要给他声援，给他鼓励。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重启合适的公投是谁领衔的？来，准备哦，准备哦，准备哦，来，一、二、三。你们为什么犹豫？手举一半怎么样？重来一次，重来一次，重来一次。重启合适的公投是谁领衔的？好，来准备哦，一、二、三。哎，你不是回答过了吗？有没有人没回答过的？好，来，大哥，大哥，谁？世修，啊？黄世修，最近不是黄土条吗？啊，当贼狼啦，同一个人啦。对啦，合适公投就是小弟我领衔的啦。
但是呢，今天跟各位报告哈，我的工作跟核电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核四就算商转了，我不会多赚一毛钱，我还是过我的生活。我只是阴错阳差、因缘际会，把这个责任给扛起来，带领大家我们一起向前进，对不对？对。所以呢，师兄真的要再次的恳托大家，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非常的严峻，民进党真的花了几亿的新台币，大傻币在封锁媒体的声音，我们只能够在街头上跟人民、跟民众站在一起，用我们的力量口耳相传的一传十，十传百。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师兄刚才设计了一套，你们不只是在这边听完，你们还要去跟别人讲。但是如果我讲太复杂，你们记不起来，所以我说了，我把它简化到最短最短。第一个，12月18日要公投；第二个，台湾面临四个危机：缺电、涨价、空污跟国安；第三个，每个人打3通电话，告诉你的亲朋好友，然后也要记得跟你那个朋友说，你也要打3通电话，这样三层下去。我们才能够变成蚂蚁雄兵，才能变成蚂蚁雄兵，我们才能够对抗这只邪恶巨大的怪兽，对不对？对。所以最后，我还是考试大一次，我怕大家不记得。我们现在台湾面临哪四大危机？来跟我念四哦。缺电。涨价。涨价。空污。国安。好，四个一起来。缺电。涨价。空污。国安。缺电涨价空污国安，这四个一定要记得。你不用去背蔡主席的四个坚持，但是你要记得世修帮大家设计的这四个台湾的问题。这四个问题放在所有人的眼前，我没有要强迫你支持核能。比如说像台北市长柯P，他也说他个人不支持核四，他强调他个人，但是没有配套措施。难道天然气50%会有国安危机？难道我们要用爱发电吗？我觉得柯文哲这样讲很好啊。你个人不喜欢核四，我告诉你，黄世修也不喜欢核四啊。我搞一个核四跟头，我牺牲我的时间，我还要自掏腰包，真的爱家己的钱呢，家己的时间呢，我还要被政府查水表，还要被告，还要考法院，我何苦来哉啊？你问我喜不喜欢核四，我当然不喜欢核四啊。可是我问一个，台湾需不需要核四？需要，因为我们要干净的空气，我们要稳定的电力，我们要台湾的国家安全。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超越党派、超越蓝绿。就算今天你遇到民进党的支持者、民进党的朋友，你问他，我们台湾现在面临缺电、涨价、空污、国安，尤其是国安，你们不是说要抗中保台吗？对不对？那为什么盖好的核电厂不用呢？你说它不安全，你是要听那些我被供的人威，还是要听真正专家的话？核废料怎么处理？国外怎么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比如说我这张卫生纸，我抽一张卫生纸被去出去，我怕被告。你跟我说不行，你要知道，你要告诉我这张卫生纸最终的处理是什么，你才敢用这张卫生纸。你笑，这一张卫生纸我擦完嘴巴，我把它丢掉了。我知道那个车要把它带走嘛，它可以掩埋。它可以焚化，它可以回收，它有很多种处理方法，我不知道用哪一种啊，但是我知道它可以处理嘛。核废料也是啊，它有辐射，把它包起来，它可以干式储存，它可以地质掩埋，它可以送出国再处理，它可以用加速器把它变成半衰期很短或是没有放射性的物质，很多很多种啊。而且你放工业来之后，是不是有新的科技？比如说比尔盖茨它的那个反应炉，以后这些用过的燃料棒都可以重新的再利用。所以人类的科技不断在进步哦，而且不要说未来了，现在核废料就已经可以处理了。是那一些政客或者自己的荷包、自己的利益，他骗你说核废料不能处理，但是你一辈子你根本看不到核废料，你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核废料。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害怕核废料？顺便最后再讲一个就好。当年陈水扁当总统，他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停建核四，然后100多天之后复工。但是呢，他停建核四的那个时候，他也说了，因为台湾没有办法处理核废，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用核电。当时的联合报有一个新闻，
这个简报我有留着，我有留着。2000年的时候，美国能源部官员震怒，为什么？他说，因为台湾的核电技术都是逼过来的，美国的核电技术，他们连那种军用的核弹的那种核废料，90%几浓度的那种都可以处理。我们核电厂的浓度只有3%，那你说这个没有办法处理？你是看不起我们美国吗？所以当时美国政府震怒，还说要派专家来台湾，专程的教我们怎么处理，甚至可以做技术转移。那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呢，我就觉得很可悲。这是2000年的旧闻，不是新闻。21年后的今天，这些民进党的官还在骗你说核废料不能够处理。那请问美国怎么处理？欧洲怎么处理？啊，日本为什么重启核电？日本九州地区首先重启核电，九州有地震有火山，为什么他们不看？因为核电厂是人类最坚固的建筑物，没有任何一座核电厂是因为地震出事的，包括福岛核电厂都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害怕呢？因为我们挡了一些利益集团的路，挡人财路，罪该万死，所以黄世修该死100万次，但这个对不对？原来开玩笑的。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还是要拜托大家，拜托大家要把这4个案子，公投的日期，还有台湾面临的4个危机，缺电、涨价、空污、国安，口耳相传，一个人打3通电话，3通再3通，3通又3通，我们不讲的不是2岸3通，我们讲的是3通电话，好，一定要一定要打出去。好，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抽奖时间，来，我们工作人员好像有抽奖券哦，大家有交了对不对？大家都在等这个分解。来来来，抽奖一下，我们来摸彩一下哈。来，抽几个？抽5个。抽个。好，抽个。抽个。好。来，第一个幸运得主是谁呢？好，名单。好，给你。来，量出来。我帮你念好。284，有没有？284，如何？来看一下手上的那个哈，有没有？284一次，284两次。284三次，好，刘彪，好，然后你抽第二个，来补抽，好，这张，290有没有？290，吴伯，290一次，有，来恭喜，恭喜，来这个工作人员，对，好，再来我们抽第二位幸运得主哈，好，这张，289。有没有289？289一次，289两次，289三次。好，刘彪，抽第二位，一杯茶，抽小。来，五抽第二位，291，吴伯，291，291一次，291两次，291三次。哎呦。哎呀，喊到第三次，差一点。快点一，哦，好，恭喜恭喜。没有。啊，怎么了？有吗？有中吗？好，92拍水，差一号拍水啊。哎，所以我现在是2位了吗？中2位啊，第三位。273，吴伯。这里来，恭喜，来273。来，工作人员麻烦一下，谢谢。273，好，第三位了哈。好，来第四位，第四位，这个，276，吴伯，276，276一次，276两次，276三次，吴伯，没有刘彪，好，来补抽第四位，这个，有空来我们聊天的。280。280，280，吴伯，280，280一次，280两次，都在买菜。我在现在真的是准备要做晚餐的时间了。来补充第四位，继续补充。279一次，有吗？279两次。279三次，好，来继续补充。抽到完都去买菜了。278，
278一次，278两次。那主委，主委要大放送，大放送。OK OK。好，主委说，主委说，因为考虑到现在晚餐时间，大家都忙着买菜，所以非常感谢各位坐到这一边哦。所以呢，主委说大放送，感谢坐在在座的每一位。来，主委亲自颁发纪念品。谢谢谢谢。这个徽章小小的，很精致，好、哦、小小的一个纪念，也是给大家的一个肯托。这个公投需要所有人一起努力。这个小小的徽章是一个寄托，是一个责任，是借我们自己的未来。所以希望各位看到这个勋章，要记得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救我们的国家，救我们的孩子，救我们的未来。好，都有都有，对不对？来，到前面来，是不是？好。还有没有人？好，还有，来来来。给我们一个人。好，来，我们的黄世修亲自来送给大家我们精美的国民党国徽，啊，跟我们的党徽呢非常的近似。我们感谢所有的乡亲啊热情的来参与，那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在文没有领到，还有谁没有领到？还没有领到的赶快来拿哈！四个都同意，花莲谢谢你。好 ，OK， 谢谢哈，感谢大家，谢谢。